你好，中午的十二点十分，中午的十二点十分，今天2020年的10月18号，周休二日。每到了礼拜天，社长不是在大昌九和，就是在来来喜来登吃饭。啊，今天特别选上了台糖，啊，台糖是最便宜的，我跟他买了10张餐券，350块一张啊。好，这个是你看这个小姐帮我拿的菜，这个都是台糖的特色，就是它的猪肉而已了啊。台糖的猪肉它是比较干净的啊。这个你看它的凉菜跟热炒，还有它的那些点心啊，还有汤，还有饮料。那么这个自助餐就这么回事啊，我们也吃不多啊，吃不多，但是吃的都是经典一点啊。这就台北美食社长午餐，社长在中华路台糖会馆吃自助餐啊。那么我们下个礼拜三啊，我们不报给会员，但是我们有公开，每天公开4只号码在我们网上，但是我们不传给会员，因为我们不鼓励会员签牌啊，我们有公开4只牌子。